我三纵啊，现在已经去配合一纵围歼了，估计取胜不难。两路的侧翼也遭到一些阻击，但是都不太大。好，看来这个西北王已经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你看，我说凤翔我志在必得，可是你们说我狂，现在事实说明，你们想多了吧？你去安排一下。 我要亲自上阵，拿下凤翔。司令，您真的要亲自上阵啊？对，我要走在十万大军的最前面，这一仗就是我们打开西南门户的敲门砖呐。你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不说话啊？ 刚才吃饭的时候，你也没怎么说话，不像你了。可能是想到你明天要走，所以心里有些难过吧。我以前走的多了，也没见你这样啊。但这次你走了以后，我们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了。 打完仗吧，或者你回来看我。如果还没打完仗，我就已经死在战场上了呢。那你别再打仗了。我是个职业军人，我有我的理想和抱负。你能不能不走？ 留下来陪我。是啊，就算没有我，你有马忠俊可以陪你。不是这样的，龙啸云。我也很想留下来。我长这么大，开心的日子掰着手指头都能算出来。和你们在一起。 是我最开心的日子，但也是最痛苦的日子。我害怕枪，害怕打仗。每次听到枪响，我都感觉我的心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。让我在这儿看着你和马忠俊两个对我好的人，天天打得你死我活的。你知道我有多难过吗？ 可我又能怎么样？我都痛恨我自己，为什么永远活得那么矛盾？如果你真的为我好，就别再让我纠结下去。 一个人待会儿行吗？
站住！把枪放下，扔得远一点。还有你，米斯夏，别再跟我玩什么花样了。要说玩枪，我可是你们的祖师爷啊！皮特 叔叔，杀手真的是你派来的？没错啊。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为什么？ 你知道我那么多的秘密，还有那独门的技术，我怎么能放心让你走啊？能让一个人永远保密的办法，那就是杀了他。你背景那么深厚，如果要杀他，根本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。为什么用那么卑劣的手段？都是假的。和政要的照片是合成的。 书信文件是拼接的，什么大事，外交官的头衔都是伪造的，这些都是他赚钱的筹码。是啊，对待档次越高的人，那就越要用街头流氓的手段。这一点你是想不到的。龙霄云呐，你既然知道了这个秘密，那今天你也走不了了，夏晨。 看来我今天杀你是没有错的，我就知道你会说出去。如果不是你要杀我，我一定不会说出去，不会影响你赚钱的。人都是有感情的。皮特叔叔，你把我从小带大，20年，你难道对我没有感情吗？你怎么下得了手啊？感情，感情值几个钱呢？ 在利益面前，所有的感情得靠边站。即便是亲兄弟、亲父子，也不管用。你要知道，有钱才能够有地位，才有话语权，才能拥有一切。我一直知道，你是个爱钱的商人，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，钱在你心里居然这么重要。你现在知道也不迟啊。 看在你快要死的份上，我再送你个秘密。记得你5岁的那个夏天吧，你的父母还有你哥哥，都是我杀的。
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是的，本来我是去给你们全家收尸的，结果看到你还在活着，不知道那个杀手为什么没有把你给杀掉。你是知道的，那个时候我胆子小，还不敢亲手杀人，所以就留下了你。 为什么要杀我的家人？你不是巴不最好的朋友吗？我都说过了，有利益没兄弟。我们一起在英国学枪械的时候，他在导师那儿得到了一项非常值钱的技术。回国后呢，我让他卖了赚钱，可他不肯。他非要自己搞什么研究，并且他还臭骂了我一顿，说我见识短。你知道的。 那项技术里头可有我的一份儿，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把它杀了。我倒要看看是研究重要，还是白花花的银子重要。钱有这么重要？钱有这么重要吗？说来好笑，后来我居然收养了你，还把你培养成了一名很优秀的枪械师。 看来你的身上果然流着枪械师的血呀！因为那时你一看到这把枪，就把它抢了过去，拆散了它。你知道吗？当时把我吓坏了，以为这把枪就是杀了你全家的那把枪。我当时还以为你抢过就要打我，可没想到你展露了一下你的天分。不要说，我求求你不要说了。 该说的也说完了，龙霄云，我就用这把枪送你们和他的家人团聚。虽然晚了20年，但是你还是应该感谢我。那怎么，你先来吗？快点过来，亲手把他给杀了！快点过来，夏晨，你是有感情的人，他杀了你全家，你有今天。 就是他害的，快点过来啊！夏晨，你不会的啊，不会的。夏晨，你的命是我给的，你是不会杀我的啊！毕竟我养育了你20年呢啊，你对我是有感情的啊，你的命是我给的。 把他给杀了！不，不！够了，你已经喝太多了。拿酒来！不要再喝了，好不好？你陪我再喝一点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！不要再喝了。 将会伤身体的，知道吗？伤身体，伤身体，我的心都伤成这样，千疮百孔，伤身体算什么？酒真的是好东西，喝了心就不疼了。 让我再喝点吧。你听我说，已经过去了，所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冷静点儿。龙霄云，我告诉你，今天。 开枪杀人，一个优秀的枪械师第一次开枪杀人，我杀的是谁？你知道吗？你不知道，我杀的是一个养育了我20年，把我培养成枪械师的人，是杀我全家与我不共戴天的人。
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竟然会是一个人。我曾经无数次的想过，哪一天把凶手逮到，我要将他碎尸万段，肯定会特别快乐。可是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快乐？ 是杀我全家的仇人，我痛恨枪，却做了枪械师。我讨厌杀人，我却跟巨人走得最近。我喜欢和你们天天待在一起，我却受不了你们整天打打杀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要拥有这样的人生？为什么要这么痛苦？ 小婵，小婵，你听着，这不关你的事儿，是老天爷安排的。他要把所有的痛苦让你一个人扛着，但你只要扛过去了，小婵，以后的日子 一定会幸福快乐的。我这样的人还能幸福快乐吗？只要有我在，你以后的日子都一定会幸福。 南城失守了，南城失守，撤！往哪儿撤呀？随署让我们顶住。随署他娘是王八蛋，一个师打共军几个纵队，这仗怎么打呀？想凤翔撤，不然的话，都他娘的喂王八了，都撤！是。 政委，哎呀，司令员那边又有好消息了，徐威全师啊是节节溃退，咱们三路纵队啊，这一路好家伙，这叫势如破竹啊！哎，现在已经到了梅县了，你看，前面就是凤翔了。政委啊，这么好的消息。 您好像不高兴啊！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啊。我们什么时候打仗这么顺顺当当的？前阵打渔阳久攻不下，这次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啊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些不对劲儿啊。国民党不会这么好对付的。你立刻把西北狼给我找来，我有事要交代。 报告，主任，徐威全线退败，已于今晨退进凤翔。哦，好啊，共军这回可以踏踏实实去打凤翔了吧？主任，您是用凤翔当诱饵吗？
对呀，共军的那个攻城能力啊，渔阳一战我们都见识过了，就是给他8万人，5天他也攻不下凤翔。而我只要3天就可以将他们堵在西府平原上，把他们全部吃掉。共军忘了，这儿不是陕北山沟，这是关中平原，他们没地儿藏。徐威毕竟还是立功了，把6路纵队都给我吸引过来了。原来您本意就是让徐威去钓鱼啊，那为什么不干脆告诉他，万一他拼死抵抗，或者跟共军拼个同归于尽，岂不是坏了您的大计吗？打仗一定要考虑到一点基本的一点，就是人性。不是人人都和魏宁霜一样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徐威他就没有，每次给他下达命令，他都是打折扣执行的。我要是早告诉他实话，他早就溜了，这出戏他就演不好了。同归于尽，哼，他不是那个种。是，所以同是师长，他就只有10000人。但徐威这样总是打折办事，还有人反映他吃空饷，扣队伍上的钱，您是不是得管管呢？只要收成好，鸟能吃多少？水至清则无鱼嘛。啊，说的是。对了，咱们要包10万人的饺子，可是咱们的兵力不够啊。这个不用你担心，我已经和西边的朋友打过招呼了，他们答应我了，已经出兵了。甘青宁的部队一向看不惯咱们呢，您跟他们摒弃前嫌了？用不了那么麻烦，我就跟他们说一句：唇亡齿寒。如果我倒了，他们就得单独去面对共军了。走，去作战室，我要单独收这张大网。是，报告。徐威那边紧急来报，说共军的指挥单位在扶风眉县一带，而且怀疑是一级首脑指挥单位。共军的司令员亲自来了，太好了！你马上叫龙霄云来见我。是，马上派兵支援。报告，进来。报告司令员，外围来驰援凤翔的部队激增，6纵和3纵已经在咸阳附近跟敌人交火。嗯，命令1纵、2纵，立刻组织攻城，以最快的速度拿下凤翔。是。你要注意安全，一定要平安回来。知道了。那你就留在我这儿吧，如果有什么事，让警卫陪你出去吧。你就留在我这里，这两天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别到处乱跑了。我走了。报告，政委。啊，您找我。中军啊，前线的形势你清楚吗？我知道，司令员这一路打得很顺利，已经干到凤翔了。现在至少，我估计应该准备攻城了。司令员预言
后续部队如果接应不上的话，越顺利反倒可能越危险呢。其实我也这么认为的，我是觉得咱们这一路打得太顺了，我是怕敌人援兵速度快，我们会陷入敌人的重围啊。我就是让你去保护司令员的安全，他们走得太急，安全保卫完全没有落实啊。明白，请您放心。政委。 政委，西府各地到处都出现敌军了，我们各个部队已经跟他们交上火了。中军，你立刻带上咱们最新配备的干扰器，前往凤翔前线。不论任何情况、任何条件下，都要保证司令员的安全，不得有丝毫的闪失。是。长官，猎枪队已经集合完毕，随时可以出发。董霄云。 这一次你飞黄腾达的机会就要来了。之前共军给我们来了一个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，派西北狼杀害了你的恩师魏宁霜。现在我们有可靠的情报，证明共军的首脑就在扶风眉县一带。他们的司令员要亲自打凤翔。 嗯，这是一个绝好的为你恩师复仇的机会。我要你也把他们上将的首级给我取回来，把他们的司令员给我抓来，这样他们的野战军就会立刻土崩瓦解。即刻出发，这是我们浴血前耻的最好机会。是。 崔参谋，这是个啥东西？这是干扰器。你知道木儿，俺给你上上课啊！俺给你们说啊，这东西叫信号干扰器。这东西一开啊，方圆几十公里，这点太啊全乱了。专业术语叫信号干扰，是吧，崔参谋？得了吧你，你能把你那枪整明白就已经不错了。哎，你拜访俺进步啊！俺跟崔参谋这是学术交流呢。 那明白了，咱们做好这个东西，干扰敌人的信号，给他来个魂飞魔跃。啊，你好，什么伺候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别捣乱啊！我看你干活呢嘛。哎，那好了，哎，前方那块空地。 非常适合部队阻扎，同志部队，前方阻扎，是。前方开过敌，当前阻扎。报告司令员，我们大部队开始跟国民党交上火了，他们的甘青宁骑兵、桂军、粤军已经来支援凤翔了。我觉得咱们该去。看来胡儿子把全西北的兵力都压上去了，攻城的部队怎么样？ 战斗很激烈，我们两个纵队已经从东北两方面开始发动总攻了。嗯，把预备攻城的三纵调过去，分散的去打援，绝不能让援军接近攻城阵地，尤其是骑兵。是。这应该是共军的一个师级指挥所。 下车！快！快！走！队长，满地是坑，过不去了。现在开始跑步前进，把你们的干扰器都打开。走！是！走！快！走！战争已经开始几天了。
所有的援军均已到位，现在进入全面的战斗中。凤翔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他们的攻势很强，现在陷入苦战。我凤翔可有20000多守军呢，比当时的渔阳还多一倍。共军何德何能，能让凤翔陷入苦战呢？攻城的部队都是共军的精锐部队，我们的援军难以接近凤翔。不过您放心，我们一旦攻击进去，一定会解围。哎，这群泥腿子，进步还真快呀！报告司令员，新六旅伤亡过半，教导四旅受骑兵冲击，损失惨重，61炮兵团完全被炸毁。别说了，313团已经联系不上了。别说了，怎么打成这个样子？他们都是消灭了几万国民党军的老部队呀！咱们熟悉了山区地形，不熟悉平原地形，还有敌人有大量的装甲车和坦克，咱们确实扛不住啊！扛不住就躲嘛，别硬拼。现在丢一个人，那都是在剜我的肉啊！同志们说一个都不撤，说绝对不会放一个敌人来影响您攻凤翔。估计不足，估计不足啊！报告，二纵已经把凤翔打出一个豁子，正在往里冲。二纵，快，快给我接二纵指挥部。是。35团，共军向北移动了，速速截住他们。是。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收到信号都是乱的。团长，电台出问题了。废物！怎么了？还是不行，电台发不出去，也接收不到。赶紧修啊！没了电台，不跟瞎子一样吗？没办法，长官，修不好。怎么回事？好多单位电台都受到干扰，断断续续的。乱了，乱了！这天一暗下来，通信失灵了，还怎么分你我呀？简直乱成一锅粥了。原位置，西南方80里，一个小村庄。走啊，走，走，赶紧，赶紧，快！一个都不能放过。
这应该是共军的师级以上的指挥所。不是我想要的，继续找。少爷，咱们已经捣毁了共军5个指挥所，光旅级以上的就已经有2个了。咱们比徐威有成绩啊。跟他比有什么好比的？报告队长，有人发现西北狼了。在哪儿？往西南方向去了。追追，快快快司令员。报告司令员，整个都打乱了，咱们周围的好多部队都失去了联系，咱们撤吧。撤什么撤？二纵刚打进凤翔，我怎么能走？但是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敌人随时有可能接近我们，您得为您的安全着想啊。司令员，撤吧。我走了安全了，可是我们的前方部队怎么办啊？谁再跟我提撤，他就给我自己滚回去。大家抓紧吃啊，只有5分钟时间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刘小云追来了。这家伙真是阴魂不散呢，吃过饭都不踏实。走，快点。哎，队长，快快，队长，前面有国军驻扎，那逮了一个回来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光看见一片帐篷，知不到有多少人。哎，你们什么部队啊？什么编制？3次5团，有1000多字，在前方驻扎。你好，说肉什么呢？出没呢你？我有主意了。大胆，你带一队人，把龙小云引到这儿来。过来。哎，过来。哎，你一边去。太危险了，我觉得这样挺好，好歹也给他们搅和一下，是不是？就是啊，我看他们两道都有电台，一来了我不就露馅了。打傻了，你背的什么东西？对，你们俩去找一个安全的退路，我们一会儿在那集合。所有人撤。行，好，走，走。队长。我说的话，你能听懂吗？那一会儿我说什么，你就说什么，多说一个字儿，胡说八道，我马上打死你。这动得了？英儿，啊，放准点啊！哎，好。四五层一，大力打墙。喊，这里有解放军。这里有解放军。大点声。这里有解放军。再喊。怎么回事？共军偷袭，打死了我们2个哨兵。妈的！赵首长，他们过来！过来啊！走！打！撤！撤！撤！反水！反水！
次在心里想起英雄的你，不平静的回忆泛起心的涟漪，故乡宁静的村庄呼啸着雪的洗礼，没有星星的夜晚柴火在风中颤栗，也请把我记在心里。